据媒体报道，韩团 BigBang 前成员胜利的夜店爆出涉毒、性侵一案、逃税及安排性交易等丑闻。胜利夜店的幕后金主其实是台湾的富婆林太太。林太太上传自己跟韩星池昌旭的合照，令当兵中的池昌旭无辜卷入此次风波，被指与林太太等人亦有牵连。不过，池昌旭的事务所近日发声明澄清，他与合照中的人毫无关系。希望大家别再做无事实根据的揣测。